讲修行，落实于生活，讲经典，应用于人生。欢迎来到禅心学院，聆听达观师父教诲，开启智慧人生，畅谈六祖坛经1322，无名可名，整理者心灯，读诵者心音。无名可名，名于自性，无二之性，是名实性。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便须自见。诸人闻说，总皆作礼，请示为师。无名可名，那你平常都在想什么？我问这句话，其实不是要让你回答，而是要让你回家，找到回家的路。既然没有名字可名，故名于自性，不过是假名为自性。自性即佛性，空性，开悟成佛的状态。以三身而言，自性即法身；以一切法而言，即法性；以众生而言，即佛性。针对不同的状态，安立不同的假名。假名、无名，听起来似乎很简单。你若100%承认那是假名，你个人的思想、观念、意识形态马上就会松动。你有那么多想法，皆是假名串联起来的。道德经曰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又曰，无不知其名，抢名曰道。抢名即假名，即是无名。本来没有名字，即方便设施。既然无名可名，那你还要想什么呢？我只是一层一层替你剥。听我的课，当把握当下。我有时候发问，不是要让你回答，而是要让你听到我的问题，之后就跳起来，跳到桌子上，你就跳骑马舞，跳了3分钟，你再坐下。我形容的不夸张，那就是内心一种无以言辞的触动。你明白了，就是如此。无二之性，没有分别对待的本性，才是你真实的自性，即是空性。空是有内涵的，非空空如也。真正的空，就是不执着两边，不停留于分别、相对、对立的概念。故大珠和尚二性空，指的即是这种状态。以空的角度，没有所谓纷争的概念，没有高矮的概念。你活在分别心，那并非你的自性，亦非真心。你无法活在无二之心，故不了解本体的状态，不能得清净。你只看到心很烦、很脏、很乱、很龌龊，你所看到的是妄心，而非本来面目。一个悟道者，看世间、看众生，其实是平等的，这才是真实的，即是实相，是名实性。一切法因空而建立，如诸法毕竟空，就无法产生一切缘起的现象。比如这一盆花，过去没有，未来亦没有，现在暂有，这是空的状态。你们不要被象象转，你的孩子过去有吗？没有。100年之后有吗？没有。
你现在有孩子吗？暂有。由此，你能体悟到空吗？你现在虽然是分析，是比量，但这个概念你若是很清楚、很强烈，它渐渐会成为一种证件，直到有一天，你才能限量。你要亲自去体证，你才能证明圣人所讲的没有错。这就是一切法毕竟空寂的状态，故不以有、没有来谈空的问题。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从毕竟空或实相的角度，我们来讲一切八万四千法门，各宗、各门、各派，就是你要教人家什么法，一切法都当回归于自性。简而言之，即一切法都要教你见性。比如六祖，他能够因人而说，这种法可统称之为顿教。其实并没有什么法，只是随方解缚，勉强说它是什么，还是不恰当的。你听懂，言下便须自见本性。所谓见者，非看见，而是一种体证，空无形无相，不可看见。诸人闻说六祖的开示，经过六祖的教化，无论是出于什么宗派，有何不同意见、看法、师承，来到曹溪，所有人甘拜下风，总皆作礼，请示为师。谈经阅读，你就越知道法义无穷，道义无穷，内涵深刻。越读越懂也好，越迷糊也好，你要明白，要愿意去做，去消除你的烦恼、执着，这样比较直接，效率比较高。不要期待有一天你会怎么样，直接去面对你的执着吧。文后思维，你为什么还要执着你的想法呢？心平何劳持戒，行止何用修禅。感恩六祖慧能大师开示，感恩达观师父教诲，感恩您的聆听，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